加世界经济论坛，这应该就是延伸上午要去参加世界银行之后，在那个场合里面就很多人开始认识师父，那就会想要邀请师父参加不同的会议。那这一场呢是在瑞士的日内瓦。在一场关于生物科技，这也是在那个时代，就是大家常常在讨论的。啊，由于没有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出席，只有我和印度教的一位领袖在场。当他们最后一位用的方法之后，我就提出了我的意见。有看到这边，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样？为什么他说没有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出席，他就决定要提出他的意见？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要骂伊斯兰。因为伊斯兰教就是有很多东西是他们 create 的，对啊。那如果他提出这个还得了？就是每个人都变成 God。大家一起念。站在佛教的立场来看，生物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类器官的复制以及整个人的复制，原则上是可以赞成的。哇！这句话先讲出来，就让大厂已经会要想要把头抬起来，对不对？一下如果都是科学家，他马上把头抬起来，就是，来后面就会有但是，有原则上嘛哈，原则上。如果天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后遗症以及社会伦理的问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有啊，你们有想过？现在已经有复制了吗？现在我不知道，我只有知道有羊啊，也是羊子。人有吗？有狗啊。最近森林有一个那个扫地的那个叫什么？扫地的那个。那个叫拖把，啊，拖把，哦，拖把，我觉得他很聪明哎。这几天我看他在那个，我就觉得，以前我都不想，以前我都不会觉得，以前都觉得机器就是机器，不会觉得机器跟你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可是这几天我在深聊，我看他在那里跑啊，我就觉得好像一只小狗在那里。就觉得他好像有生命的感觉这样。那最特别的是，我以为他就有个地方弄一弄之后，然后他就越来越慢，然后我以为他没电，然后我就在那里看他是没电，他如果没电他就会停在一个地方，后来发现他没有停然后他就咚咚咚咚咚咚就跑到那个里面去，然后就回到他的那个回到充电位置这样。他会做到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压抑啊。他跑进去的时候，我本来以为，然后就把他，我就把他，因为我想要去里面的那个清一清，有没有拿出来洗洗？然后所以我就把他移动一下，我移动一下没过多久，他又自己跑回去。然后呢，我把他摆上去的时候啊，我以为我已经摆好了，结果没有，他跑出来一下。要跑出去进去，然后再调一调，然后再排好这个。哇，这个，这照顾得很好，这样子啊，这个我相信他一定比我照顾学生照顾得还好的。就是坐下去呢，然后还要瞧一瞧，然后站稳，然后再就不动这样。哇，这很厉害，你知道吗？
是被鼓励的。如果仅是为了某种商业利益，或者是科学家们为了满足好奇心，那就必须要有全球性的法律来禁止了。这就是要看世界经济论上如何对世界各国政府产生影响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的。我提出这样的意见之后，引起全场每一位科学家的兴趣，甚至感到惊讶。他武侠小说给谁？
自己的，就是因为我们逝者就是要比师父早起，要比师父晚睡，然后呢，我就住在师父隔壁了啊。然后想师父登喜了，就应该就睡觉了。就晚上半夜我就起来上厕所，哎，师父灯又亮了。我们敲什么？敲门是要这样敲的，知道吗？这是有规矩的。再敲一次啊、哦！这个太小声了。敲门是要这样敲的。然后三声之后啊，然后师傅说请进，才可以进去。然后进去，哎，师傅怎么还没有睡觉？我那次进去，然后师傅也说。你怎么也还没睡觉？我就说，不过师傅，我看到你的灯还开着啊，然后你走进去，你知道在看什么？对，书剑恩仇录。哇！这一阵子竟然迷上书剑恩仇录。那几天师父都在看那一本，看完之后呢，有一天就要去农禅寺，就去农禅寺上那个社会精英共修会，社会精英共修会，然后师父就讲开始，开始里面就开始讲他的书剑恩仇录，就是他把讲佛法的时候跟讲禅法的时候。就把金庸小说的故事啊，就加在那个里面，那在场的人就听得很高兴。对然后跟科技界的人互动也是，就是说师父他一方面会从他们那个领域里面学习到很多，然后之后再把它跟佛法做结合。希望有很多科技界的人士都有去参加过禅期、禅山呐、啊，社会精英禅山。我在当行者的时候啊，那一年有遇到很多的名人，就是一些影星，还有政治的，然后还有科技。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曹星辰，他是联电的那个，那时候是联电董事长。然后我们被安排做什么？帮他们折棉被，就是我们要帮他们折棉被啊。社会精英禅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有早午晚三餐，然后早上有上午茶，下午有下午茶，然后呢，就是我们有安排那个义工跟那个行者要帮他们折棉被，我刚好被分配去帮曹星辰。他们那一区，曹星辰啊、魏子云啊，还有那个香港的那个有个胖胖的曾志伟，曾志伟有参加，对，曾志伟有参加，林青霞也有参加，他们都是那一届，啊，很有趣。曹星辰呢，就有一天进来，然后就跟我讲说：“哎，小师傅，我这边很酸啊。才知道这些大老板就是做到腰酸背痛，所以他身上被我贴了很多沙龙 pass， 这是很为难他们。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是那时候师父他的一个演讲，就是谈到什么叫做重新沟通的世界大趋势。这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把他之前的参加的几个会议啊融合起来，他讲这次的演讲。就是、他有参加过很多世界会议，然后就是世界经济论坛。
们在拜的，这个活动是总本在拜。那地球宪章 First Charter 这个也是在总本在拜的，然后还有办过世界青年领袖会议，这个应该那时候的很多年轻人都有参加，都有参加这个会议。那这些焦点呢，在讨论什么？一个是如何从族群的冲突转为和谐，以谋求世界的永久和平。第二个呢，如何协助落后地区的国家从贫穷之中转为共享世界资源的合作伙伴，以谋求世界资源的永续发展。第三呢，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互相仇视，转为各种文化之间的互相学习包容，互相学习兼包容，是吧？互相学习兼包容，对。还好有没有念成包子，包来包去都是。这个呢是师父等于是他把他这几年参加的会议做了一个总结，因为他每次的会议的议题都很多，然后他做了一个总结，是大概有这三类，大概三类，一个是和平有关，另外一个跟贫穷有关，另外就是多元化。多元化这个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早期大部分都只分两种，一种就是保守跟开放，大部分都是这样。如果你从历史去看的话，人类历史的一些不能说冲突，而是一些不一样跟一样，都是发生在保守跟开放，对吧？包括美国也是这样。那佛陀时代也是这样，佛陀的弟子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僧团那时候的分裂啊，其实也是这样。他所谓分裂，其实就是说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后来佛陀圆寂之后，弟子之间就分成什么呢？上座部跟大众部。那上座部呢，就是比较偏向于戒律跟禅修的；那大众部就是因为大众部都比较活泼，大众部很多都是年轻人，比较活泼。那年轻人都比较有创意跟有智慧的想法，所以上座部就是比较强调戒律跟禅修，然后呢，大众部就比较强调智慧。那一段时间之后呢，很有趣哦，所以跑出一个中间派的，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相处过之后，参加过和上座部参加过大众部的活动，就觉得大众部的活动也不错啊，所以他们就说，那就中间派。中间派就是说，不能在这边做不好，不能一直靠在这边，所以他们叫做中间的。有时候参加这边的，有时候参加这边的，就佛陀时代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那多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人越来越多，弟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慢慢形成这样子，就会慢慢形成多元，是一个。那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的世界的媒介比较普遍，就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些资讯，不会像早期，就是早期因为比较封闭，所以你可以把一些资讯要像，就好像你在一个领域里面，然后你不让其他人知道，或者是也没有媒体，所以你会只会知道部分的资讯。可是现在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手机，所以大部分都会互相知道。那这样子的多元性呢，就会比过去更复杂，比过去更就是更复杂，比过去会更复杂。所以他才会就是说，到底多元好跟不好，
要怎么说呢？就是说，对于解脱啊，跟对于烦恼的消除啊，当然是越少越好，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那可是对于帮助别人呢，很多时候就要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讲智慧跟慈悲啊，就是这样。然后各位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常常就要发誓弘誓愿，对不对？就是众生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你看这四个啊，这四个愿都是怎样？没完没了，是不是？是真的是没完没了啊，对啊。其实第就是说，烦恼无尽，其实它是一个连着的一个的。为什么第一个要？为什么众生无边要摆在第一个？其实它是因为有第一个，才会需要第二个，对不对？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那些烦恼是来谁来的？众生，所以不是规定是你们的啊，对不对？因为有这么多的众生，所以才衍生这么多的烦恼。那因为有这么多的烦恼，所以呢，需要不同的法门。那你学了这么多的法门之后呢，你就成佛了。他的灵魂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只要记得，就是说，多元呢，这个是因为了帮助各种不同的众生的需要的。好，那对佛教而言呢，特别是对于大乘佛教，理论上并不困难，但在西方宗教神大神教而言呢，他们都希望彼此和平相处，也相信最高的神，便是爱与正义。各族群之间呢，应该都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可是呢，谈到爱，不会有意义。一涉及到正义一词，就各有各的立场。这个啊，其实就是很像一般的讲，就是理性跟感性，对不对？啊，一般人就是会讲，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是比较理性的人，还是比较感性的？觉得自己比较理性的请举手，觉得自己比较感性的请举手，没有举手的请举手。而另外就是别人怎么看我们，你们觉得你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你一样吗？不一样。有没有一样的？都没有，大部分都觉得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也是类似这样教子。不过没有提到，就是坚持不同立场的人士啊，若呢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共同切身的问题，至少可以增进彼此的友谊。那这个、啊、其实这个真的是可以试的。我们僧团前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前年的结下安居，就是我们邀请杨培认识吗？杨培老师哈、哦，他真的是看我们长大的。所以我把他引进法鼓山之后，他杨培老师帮我们上了很多的课。那一年呢，他帮我们上课很有趣，他用了一个，他不是上课，他用了一个活动，他就把僧团那时候大概有200多位法师在
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游戏，他说现在开始你们在家里排行老大的请举手，然后就把老大举在一起，然后就老大就在那边集合着，在家里排行老幺的请举手，然后就老幺就举行在这边，然后在家里呢你是排行老二的，对，然后就举在一起，在家里你除了这些排行以外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家人家庭比较多嘛，对不对，就第三啊第四第五，那他们就继续在一起这样。那另外还有一种是家里如果只有一个人，他排在哪里，你们觉得像长兴法师他是他们家 only one， 那他要排在哪里，要排在哪一组？自己组啊。没有，那时候杨培老师还是把他们排进去这四组里面。对，就是不是老大就是老幺，对。然后呢，分类之后啊就很有趣。你们猜最多组的是谁？对，老幺。老幺真的是一大群。然后另外是什么呢？对，另外是老，然后呢，就是等下说这个是 老大嘛，老大、老幺，然后老二，然后老三四个点，那这四组排出来了，就现场就发生一些微妙的状况的出现，还没有开始带进，还没有开始带活动，我就发现很有趣，就是老幺人很多。然后老大在这边，老大马上就跟老幺吵起来了，很快，就是还没有开始，两边老师还没有开始要做什么，两边就开始对话了。然后后面，然后跟老三之后就在那边看戏，他们在干嘛？这个现场非常有趣。之后呢，他就开始出题目，出什么题目呢？就我们讨论，你们同一组的去讨论一下老大的特质是什么，然后讨论一下老幺的特质是什么，然后还有老二跟老三老四之后的特质是什么，然后讨论之后，讨论完之后呢，每一组呢要派一两位法师上来报告，你们为什么认为老大特质是这样，然后为什么老幺特质。然后讲完之后，很有趣啊，还要让其他各组去评论。所以这个就是说，用这个方式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大家可以去学习到一些本来我们自以为是的，或者是我们认为应该要怎么样，都会在那个过程当中被改变。但是会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被改变掉，因为透过那样子。我是家里的，我是排行老二，可是我是家里的老二。那你如果问我老大跟老幺怎么回事，是我每次看到我姐姐跟我小妹啊，就是我可以有正面的，也可以有负面的。他们两个每次对起来的时候啊，我就跟我妈讲说，这就是。霸道对上任性，霸道对上任性啊，就是这样啊，对。这个是负面的，可是如果你从正面去解读，就是负责的对上创意的。我小妹真的很有创意，然后我姐姐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扛责任，那就是很会扛，老大就是这样，反正先扛了再说。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改变的机会。Yeah. 所以呢，二十世纪后期啊，罗马天主教教会肯定去召开宗教会的，然后也请你参加会议，就是1997年。
会众呢，允许各宗教各自己见，而罗马教廷的立场是不会因此改变的，以致许多其他教派也不会出席这种会议。不过，硬要出席西方的跨宗教这样会众，可以西方三大神教人士会怎么样？东方宗教人士很舒适很少，分成国家的人。那个时候师父参加的，他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就表示说他有想过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形，就是让大家可以尽量的多去交流。后来就是每次出席类似的会议啊，我不会强调汉传佛教的立场，甚至也避免碰触核心价值判断的问题，然后呢，只有当前人心向往和大家关注的共同点来讲。所以呢，自从我提倡新文化，建设人间界，像就是跟。在什么样的场跟不同的立场都会谈得很愉快，例如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有伊斯兰教等事，就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就等于是说，在聚会的时候啊，就比较不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我也是会参加过。这么多场，只有一场的我有全程在的，就是去泰国那一次。在泰国的时候，那个是在泰国的联合国总部。那一次是师父是主席，他是主席。那师父他的英文可以听，可是他没有，就是说他是需要有翻译。所以通常有一个Rebecca 他会在师父的旁边帮师父翻译这个。然后那一次去，我们总共有师父、我，还有我禅法师、常寂法师、Rebecca 这个。然后我们各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呢，那一次很有趣的就是，那个我跟常寂法师都觉得我们很像那个 Secret Agent， 你知道吗？Secret Agent 是什么？知道吗？Secret Service 的那个，对，很像 White House 里面那个 Secret Service。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联合国，我去了就很感，因为他那个很多的警卫啊，跟那个布置都是很像的。然后师父他睡午觉的时候就有一个房间这样，然后我跟长期法师就要走在门口。真的很像啊，我们两个真的像 Secret Service， 对，因为都有很多的保安人员在附近啊，所以那时候就我就跟方清法师就有很多的暗号。后来那个会议开始的时候就被安排到里面，在我就坐在里面照顾师父，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是怎么开会的，就是宗教领袖在一起到底是怎么开会。当然说的位置也是还是像这样子，然后师父他因为他是主席，所以他坐在这个位置，那吕贝卡坐在旁边，啊，所以他们就其他的那个他们就坐两边之类的。我试着不能在那个上面，所以我就另外一个角落搬一张小小的椅子，远远的看着他们在做什么。那会议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就开始讨论。那讨论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个师父他就不够招手，他就叫我过去这样，那我就过去。过去他就跟我讲说：“长宽，你去拿那个矿泉水，拿矿泉水给他们喝。”我一看，他们桌上都没有水。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主办单位没有。
要准备茶水给他们喝，所以我就出去了，出去跟服务人员讲着，然后他们就把矿泉水拿进来，然后就发给在场每一位那个参加者，然后发了之后，那个因为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就很热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想看到在你谈得很热烈的时候啊，然后忽然有人端了一杯水给你，你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对不对？那个场面会因为那个这个动作而做了一些改变，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那发完以后又回到位上，然后就继续看着他们在开会。这时候呢，就谁上来讲话了？就刚好有两位那个因为伊拉克跟伊朗都派宗教领袖去，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话。那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呢，因为那一年刚好美国发生那个，他是在9/11的隔，不知道是那一年还是隔年，因为他们就比较有那个天权在这里。然后呢，他们讲话很激动的时候呢，我就看师傅站起来，师傅就走出去，就你知道师傅有一个习惯，就是随身会带那个八仙果。那八仙果不是长相这样，师傅是带一小包的，他就把他的八仙果拿出来，就把八仙果拿出来，然后呢就走到那个伊朗的那个宗教的前台，然后就拿一颗，然后跟他讲。他本来讲得很激动的，你知道吗？后来看到这个，然后他就整个人就微笑了，这样，然后就把师傅的八仙果就拿去吃掉。然后发完以后呢，师傅还没有走回来，他开始全场发八仙果，就是全场每一个人都发八仙果，这样。哇，那一幕我真的是看到，那这个是都不用讲话的，就是这样做过一遍之后，其实那个整个会场的氛围就开始改变，就是那个小小的动作让那个整个会场 的那个氛围就改变。对，所以后来我回来之后我也开始吃八仙果。那那样子的过程之后啊，后来师父做结论的时候啊，他们听得真的很专心，就非常专心听师父做结论。所以当很多时候会场，其实师父他过程当中他都没有表达，他都是在听而已，他就只是在听在听，然后听完之后再做一个结论。这样，这是那一次有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个是另外一篇，就是一条共通的道路。这一年是在2006年的11月15，那时候去黎巴，那个时候是黎巴嫩，我去黎巴。不过那一次没有去，是用录音，因为这个时候师父他已经生病了。所以2005年之后啊，有一些场合师父都是只有录音。然后开始，或者是他拟好的稿子，然后拍法师去。那我记得有一年是拍那个现在的长本菩萨，所以有一些是他已经还俗了。以前是长本法师，他是美国人，那就是他们带去，然后念给现场的人听。那些文稿呢，现在都有留下了。那这一次呢是用录影的方式，所以他是。开始录音，然后请是有派法师去，然后他带去呢，有的人就是现场播，或者是他现场这样子。好，请大家请念。我为大会的第一个建议是。
成的事实。要把所有宗教整合为一，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今日21世纪，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包容性与多元性的宗教文化。而在多元性包容性当中，需要一个共同性的普遍价值，即为了当代人类社会共同努力与奉献。像有一句话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什么小说里面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有这句话。对对对对对，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某一个时代啊，大家会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整合回忆。对，某一个时代大家会很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身段有时候也是会，我们常常要做一件就是泛拜统一。你们知道吗？比如说每个人天生的唱法真的就是不一样，然后大家就会很想要统一。尤其呢，我们现在大殿啊，就会轮流，有时候南众法师要上去当乐总，有时候女众法师要去上去，那种天生的那个音调啊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两边就会吵起来。真的、啊，男众就会说：“你唱那个声音唱到后来，好像快要往生的样子。那个佛号越念越低，赶快给我呼吸。然后呢，你做法师就说：‘哦，你们男众不要怪腔怪调的，要不然就是那个声音高到根本就不能唱啊。’就是两边就是有时候会这样。”那有一次我就问他们说，当你们这样起心动念的时候，可是你已经在现场，能怎么办？就是能怎么办？是，所以呢，他只要说好吧，那就来一个泛拜统一小组。对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小组叫做泛拜统一小组，每个月要开会一次。演奏法师就你们演奏法师就是成员之一，演奏法师也戒法师。每个月就要去参加泛拜统一小组。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要怎么统一这样。因为我是很外行，所以我常常就会跟他分享一些很外行的看法这样。我就说，他们就说，为什么人家那个合唱团演奏都这么的和谐，为什么僧团就是没有办法和谐？我就说，因为那种合唱团都有一个什么指挥的，我们没有啊，我们早晚课都没有一个人在上面这样，对不对？没有啊，所以大家和一定不是来自于这个，对不对？它一定会有一段磨合期。他一定会有一段磨合期，那个磨合期哦，是，就是说，你怎么定啊，他就是没有办法治。可是我们法师还是很天才，就是会定各种不同的方法哦。有的法师呢，开始在那个中古，那个就是那个里面板岩，对不对？我们叫板岩嘛，板岩是佛教的术语。可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懂板岩。有的法师是认数字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标那个什么数字音符，对，简谱。有的人是看数字，但有的人是看不懂，就开始标那个豆芽，豆芽对不对？谱。那有的就开始在板岩上面加那个五线谱，因为你要让他一致，就是要一个共同的语言嘛。所以他们就有这个方式，那还有就是，这比较不容易合就是转音的地方，对不对？转音的地方如果有人太快转，跟太慢转啊，
就会产生不和谐。那他们也很天才，他们呢就是在那个就唱到那里的时候啊，他就画一条线上去，就到那个音符的时候要上去，然后也就到那个音符的时候要下去。那最近呢，有一位法师更天才，就是我们引荐法师。引荐法师有来过这里。这位法师是什么东西都能修，知道吗？他来这里的那场演讲主题是我帮他定的。他真的非常会修理，从台湾修到香港，香港修到四川，四川就修到旧金山。他回去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任务，你偶尔要帮我修理一下这些人。他真的很有一套。那他怎么做分拜统一呢？他比前面那些人都更厉害。他把所有的法师的声调都记录下来，他去录每个法师，然后请你唱三声，然后唱完之后，他就用电脑输入电脑里面，然后跟那个法师看，来看一下你的高低音，然后就让他看他每个法师自己的曲线这样的高低，就让他自己看，看完之后他就了解，而且，然后他帮他分就。或者他做了一个表，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range， 有的人呢怎么办？就是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跨过某一种 range， 就是他的高音是在高低是在某一个范围里面，然后另外一个范围他没有办法上去，或者是低音他没有办法下去，他就给我看这个，那我就说。那有没有办法让没有办法唱上去的人唱上去？要不然如果那个比较高的人在，他站在那里要做什么？当金香吗？就只能当金香吗？所以我现在就是给他这个任务，就是他要去想怎么让唱不上去的人可以唱上去，还有让那个唱不下来的人要可以唱下来。他们很天才哦，只是为了要统一，就会做这些变化。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啊，我的法师都会喜欢说，法师我很低调的。有一次我要请他们介绍他们上台，在那个水陆法会的时候，我是总台总监香嘛，然后我想要，因为以前介绍的时候都是放他们照片，对不对？然后就想那一次是不是换一种方式，请所有的监香都上台，然后介绍他们，就是每一个人这样，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法师，我们是很低调的嘞。”我就说：“你们都把是低调高唱。”这样子，很多很低调的都是在底下高唱的。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呢，有时候就是要做很多的变化。那现在就是一个多元的事情。来，大家一起念。所以我和第二个建议便是，我们这个世界从现在直到未来。而是我们共同的宗教。
场之旅，另外找出一条共同道路。我相信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因为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对伦理的解释、观念和想法，但是一条是用全人类共同前行的路，仍是必然的。否则，各宗教与宗教之间不能和平交往，甚至单一宗教里的不同派系也不能和平相处，那是非常可惜的事。好，刚刚那一段呢，算是这一本的浓缩跟精华，就是刚最后那一段文字。Thank you.